香香，香香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我们，你醒醒啊，香香！香香，你快点起来，香香！你到底怎么了？你不要吓我！时间，你赶快一点！现在为各位插播一则最新消息：下午在外滩举办的一场婚纱秀，名模香香出了意外，从伸展台上摔下来，目前已被送往安东医院急救，香香依旧在昏迷中。 让我们进去看，让我们进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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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们
小姐，请问香香她？媒体那边去吧，蒲飞先生会出来说明。对不起，我不是媒体。那你是他家人？也不是他家人，我只是。那我不能透露任何消息，如果你想知道什么的话，就去看电视新闻吧。怎么还不出来？让我们进去。让我们进去吧。香香，香香，你没事吧？香香，香香，他现在没事，只是很虚弱，所以才会晕倒。我们给他打了营养针，很快就会好的。拜托您跟记者说一下，现在外面很乱。香香，香香，哎，快点出来！出来！出来！能不能说两句？就是。怎么样了他？香香现在怎么样了？香香为了准备这次演出，真的太辛苦了，所以才会体力不支，从舞台上面掉下来。她现在已经没有事情了。请问她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呢？对，没事没事，很快就可以恢复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大家担心了。其实啊，说实在话，我还蛮开心香香发生这次意外的。平时两人都忙，见不着面，至少在往后这两个月里，我一定能够照顾她。他连门都出不了了，只好待在家里。而且我也会趁这个时候好好替他补一补身子。小香，小香，你看谁来了？
知道怎么处理。谢谢你告诉我，程梦这件事情啊，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。我知道，对他们要求严格一点啊。那我就先走了啊。拜拜。各位早。教官早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的上课，首先我要让大家知道我重视的是什么。准时，准时是乘务员的基本。如果你连时间都没有办法控制好的话，我不相信你们在其他方面能做得很好。所以我严格地要求你们在受训期间不准迟到。如果连这点都没有办法控制，我会给你们两次机会。第三次迟到的话，就不用再进这个教室的门，直接打包回家。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好，很好，那我们就正式的上课了。这次你们坐飞机到上海，观摩现任乘务员的工作状态，一定有心得吧？那很好，那么就请大家写一篇心得报告给我。程峰。有。我听辛迪教官说，你在上海玩疯了，而且夜不归营。姚倩家住上海，她都没有回自己的家。你程峰，你有什么理由可以单独行动，甚至不回宿舍？第二天居然还迟到，让所有的人等你一个人。我喝醉了。喝醉了？你喝醉了这个理由更不可原谅。你不知节制，喝醉了，你不但耽误了你自己，也耽误了别人，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。我慎重地警告你，今天开始不准再犯。哦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犯了。但是我依然要扣你总积分。教官。各位，不要以为你们坐在这儿将来就可以成为乘务员。我老实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这一期我准备刷掉二分之一。程峰，你的分数已经比别人少了十分了，你如果再不谨慎的话，你可能是最早被刷下来的一个，你自己要注意。